那是啥？那是我给你拿来给你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俺不用。我看你给我要东西，我还得给你来着。这是你钱买的嘞。钱买就那点，在哪里弄的？那个，我就刨这个人家，就刨菜的家。嗯。哎。那天给你买菜呢？哎，我去到西北上走一杆上。 没有菜哈，不，我跟，不，你感觉在那，我都没有法子，在老太太没有法吃。不要不要，你剖完可。哎呦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老太太干什么呀？老太太，不行，哎呦，你看，人家娘娘这是老太太，站立了，正好老太太，在这抱立了，坐歇会，歇一会，哎呀，走了走累了吧？昨天。 这到小黑庄那个回来，在那在你再说那西北上，我坐那个歇歇大坨，跑那么远，哎，我老太今年都92岁了，你看多好呀！刚才在地里面转了一大圈，然后挖了一些荠菜，来送给我们吃，太好了，老太太，看我们农村人多朴实呀，是吧？还挽了不少嘞，哎，这家还有磨的一条腿，还有这么多啊？哎。 下走给你快搬哈，没有要要我跟我还得换呢，我在家我就看看。今天这少哈，哎，这样的还薄哈，得这样取嫩呢。哎，这样的还累。我昨天去转一个了，转一个了找不着，没找着，今天还得再稍微寻去。一直想走着哈，转，转溜溜，喜欢溜溜转转，不喜欢在家待着。哎，转转，这样身体也好呢。我这快跟你妈快行行。 放这吧，行。哦，老太太帮你自己放的呀？哎，这么好看的。用了很多年了不？哎，看，买有几件，手艺真巧。是旧衣裳缝的。哦，旧衣服缝的小包。哎，可以买菜干嘛了哈？嗯，其实嘛，我说要去赶集去，姐买这一包菜，怪不得，怪不得。手艺真好，挺好看的。 老太，你快，老太真是的，哎，老太，你快，老太真是的，上次给老太送的那东西吃，老太一直记得，还要给我钱。你说我心里都是啥？老太一直记得，还要给我钱。你说我心里都是啥？老太一直记得，还要给我钱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哎呦，老太，不行不行，那你荠菜我留着，荠菜我留着，也不留我回。哦，不行不行，哎呦，老太不行，我留着。哎呦，老太，看不惯了，不行不行，那你拿着那不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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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不